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爸爸对儿子说了哈，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，我们假设呢，儿子哈现在年龄是 x， 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哈，你才两岁，我在呢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你才两岁，这儿子才两岁。等你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，好，那现在父亲的年纪是几岁？他跟他始终是差 x 减二岁嘛。当 x 是当那个儿子是 x 岁的时候，爸爸应该是 2x 减二岁，因为这个减这个会等于这个减这个，我这一减的话呢，刚好是 x 减二。好，现在他说哈，等你到我这个年龄。你到我这个年龄，我现在这个年龄是 2x 减2嘛，你到我这个年龄 2x 减2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的话呢，我已经是77岁了。那么问儿子现在几岁，要问 x， 那这个减这个刚好是等于这个减这个嘛，那我就可以求 x 减掉的话 22x 减2，这个时候的话呢会等于 x 减2，那我就可以求出 x 来。好啊，这样等于多少？这77加上呢2啊，2的话再加过来就变成77哦加4啊，77加4是多少呢？81啊，81哦等于多少？ 3x， 那 x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32得6，37 21啊，所以呢，儿子现在是27岁。